这榴莲好像没榴莲呢，它好像不同地方。阿姨蛋，偏腹洞哦。有吗？这里？有啊。有看到那个？有啊。哦，你要去看一下。我没有去过了，哪里有去过的？ 怎么你在冰城这么多年你没有去过？没有来这里爬的吗？不是爬吗？这里是圣地来的。你会去那个它的庙前面哪？然后经过它的庙的。有啊，还有一个在天宫。我不知道到底有没有。 里面有一次翻鸟啊，翻鸟啊，我就觉得这是翻鸟天，翻鸟。一只好，一只翻鸟。我是不很相似。这个是一只，这个是一只。这个是一只，好像啊。 敢不敢把这边？KO了。啊？坐缆车下来就要走。也是骗人的，这边。 这个走一个斜，差不多。全部走斜。一点多。切，如果全部好像这样的话，不是这样难走。啊，你慢慢等。<笑><笑>你慢慢等啊。 哎呀，水爆哦！喝了，不敢喝。这个应该是有那个堵的什么鬼事啊？那个中到很惨的，如果你喝的话。
look sore pun eh. See you. Are you sure this is the tail? Yeah.哇，这里接下去会很痛苦哦。很少看到黑色哦，白点白点。这个我没有下去下面试哦。 哇，榴莲一大堆！哇，这个滑的。应该清洗了，应该给我清洗。哇，这个应该是有地方给你清吧。 下来，我们都不用来这边了啊，直接坐车了。你是走最斜的地方上。因为我已经到那边了，我马上。几年没有穿啊，突然间拿出来穿啊，就是这种。<笑>那个要怪 MCO 了。 那边左边有一个小路，那边要容易爬。我这边爬。那边比较难爬。生的时候应该很多力啊。难怪你这样。嗯。我看过。还好。 红烧都超过另外一家料了。哈哈哈哈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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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Thank you.
golden stupa. 哦，那上面有什么呢？ 我不想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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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想